来自指导者群体信息，关于时间轴交叉。通灵史蒂夫贝克，来自家乡的问候，亲爱的伊们，神圣的人们，我是观察员，我很高兴今天能加入你们，告诉你们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整个世界中有很多地方是我观察和存在的，这是我很高兴带给您的家乡的礼物。所以我们说一切万有是因为我们不受你定义事物的方式的限制，对我来说尤其如此，这就是我所做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被称为观察者。观察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够看到某些事物，不带判断地接受它，这是一种简单观察的能力，没有寻求结果所固有的偏见。系外行星上的生命，位于太阳系之外的行星被视为系外行星。是的，有很多地方的生命与地球上的生命非常相似。你的位置和环境的某些方面决定了你的世界将如何发展，尽管很多事情只是由选择决定的。这不仅仅是人类，还有在你玩的任何游戏中假装彼此分离的灵魂。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宇宙的不同地方玩过游戏，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你会被吸引去寻找夜空中的星星。也许你当时就在场，或是积极参与了这一演变。此外，你的其他十亿的时空维度也与你存在于同一时间范围内。然而，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体验时间的幻觉。这就是你所能做的，因为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接受所有内容。重复偏差。通常，登陆行星的第一个能量往往会一再重复。在宇宙的不同地方，当我问人们为什么做一件事或另一件事时，通常的答案是这是一种习俗。他们甚至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因为这是他们内在能量的一部分，所以他们是透过重复来做到这一点的。您的连身衣有许多不同的偏见，这些偏见会影响您在周围世界中的身份。这些影响之一就是重复。当你看到你的领域中重复发生的事情时，即使你完全不同意他们，但在他们重复了很多次之后，你突然为他们找到了一席之地。在整个宇宙中，通常会重新创造出其祖先最初创造的相同事物。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之一就是男性统治。他曾经是，现在仍然是地球上许多政府的老男孩俱乐部。阿里斯 Aries， 现在我将告诉你一个我经常去的地方，例如地球。我深深地爱上了阿里斯，但它与同名的矮行星有很大不同。阿里斯是存在于你们银河系中的一个恒星系统。阿里斯的居民学会了在该恒星系统的行星之间移动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化，因为他们的存在时间比地球和人类要长得多。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生存和与重力的不断斗争上，但他们在早期就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印记，这印记一直持续不断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。主要区别在于女性能量掌管一切，这与地球上的能量完全相反。两者都不被认为是对或错，这只是这方面的演变方式。阿里斯上的许多老师和存友都携带着男性能量，并与之合作来平衡这种能量。尽管他们的政府中有大量男性和男性能量，但主要领导权自然倾向于由女性担任。平衡能量在演化和平衡二元性方面，他们也与地球非常相似。
走出第三维度进入第五次元需要平衡二元性。这其实就是你的性能量，以及为什么你会出现新的性欲望。即使在很小的时候，有些人现在就可以对自己的性取向做出以前无法选择的选择。阿里斯恒星系统也具有与地球非常相似的物理属性，它正在处理清理其行星上的大量污染。阿里斯星球上的人们现在面临着缩短的时间，因为该恒星系统中支持生命的三颗行星中至少有两颗已经不堪重负。由于长期污染，地球和阿里斯行星的物理性能都在退化。如果它们能够聚在一起交换意见，两个星球都会受益匪浅。这就是地球选择阿里斯的原因。旧能量再现，这也会导致旧能量的复苏，但这是典型的行为。当生物经历大规模的恐惧时，它们的演化就会倒退。对于世界各地的所有生命都是如此，你们现在正在以多种方式看到地球上的这个表面。 Aries 也不甘落后，所以你们也有这一点。男性能量往往作用于连身衣的外部，而女性能量则倾向于作用在更深的地方。亲爱的伊们，一个并不比另一个好，他们只是工作方式和表现方式不同。时间轴交叉，最近在地球周围打开的门户带来了平衡的可能性，它一直在接受帮助，因此现在可以做一些以前从未完成过的事情，即有意跨越时间线。因为时间是线性的，所以一次只能经历一个时刻。它是一维的，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。那么当时间线交叉时会发生什么呢？当时间线发生交叉时，每条时间线都会在另一条时间线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通常在时间轴交叉期间会发生一些小的变化，然后两条时间线都会继续其路径。这些不易预测，是宇宙自然融合的一部分。但在过去发生了拉长的时间线交叉，并永远改变了两个世界。其中一些故事是代代相传的。由于最近的门户开放，地球能够与它的姐妹阿里斯 Aries 进行有益的时间线交叉，以帮助双方进化到第五次元。正在发生的事情之一是 Aries 有自己的时间表。由于您的时间表不同，日期会略有波动。目前看来，交叉将在今年12月中旬17日左右发生，并可能持续到明年2月的大部分时间。是的，这会导致一些事情很快就浮出水面。有些人会持消极或反动的态度。亲爱的伊们，用你的方式呼吸，并知道太阳将在新的一天再次升起。我们会告诉你们，宇宙的目光注视着人类，现在也注视着阿里斯的众生。我们是观察家，我喜欢看和观察。带着爱、平安与祝福，来自指导者群体的祝福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